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的话哈是这样的元素，就是这个方程式的根啊，哦 ，A 这个集合是这个方程式的根所成的集合，那 B 呢是这样的集合，是这个方程式的根所成的集合，而且呢这两个哈取交集的时候是互异，也就是说互异哈满足这个方程式，而且也满足这个方程式。所以我就把互异带进来，哦，就是互异的平方减掉 a 乘以互异减四，这个会等于零的。好，那互得正了，所以 a 等于多少呢？一减四是互三，一过去是三，所以 a 等于三。那 a 等于三 ，b 应该等于多少？哈，x 大于互异嘛，互异的平方，哦，因为互异是它的解。啊，加上多少 ？a 是3乘以多少？负一加 b 等于零。那 b 等于多少？哦，一减掉3，负二一过去是2，所以 b 等于2。哦 ，a 等于3 ，b 等于2。